种善因。真系得善果。咁请问因乜解救佢哋妖？日日望天打卦，等一个家。就系啦，点解仲喺度？唔该晒你啊！等待嘅仲有佢同埋佢。与其得把口，不如揾下边个先系罪魁祸首。No， 我妹唔系佢，亦都唔关环境事啊。答案呼之欲出，系放生，正确啲嚟讲系唔人道嘅放生，咁叫积阴德，简直唔要得啊！系放生定杀生，只系一线之差。请停止危害生命的放生活动。